这部影片来花一分钟告诉你如何使用 OKS 的合约交易。那如果你还没有 OKS 交易所的话，可以透过影片下面的说明链接来注册，可以享有额外的交易手续费折扣。那首先你要先把 USDT 从其他的交易所转账到 OKS 里面，才能够去交易它的合约。那我自己通常一般的话会用台湾的交易所，例如说像是 MAX 啊等等的，先用台币买入 USDT 以后再转账到 OKS 交易所里面。那转进来以后呢，接着要点划转，然后去把 USDT 从资金账户转移到交易账户里面。那这个转账过程是不用手续费的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转到交易账户后呢，你就点这边的交易，那你可以点两下，然后呢再点击合约，就可以切换到合约界面。接着点击左上角，就可以挑选你想要交易的合约标的，接着输入你想要交易比特币的价格。例如说像这边的话，就是代表说你一颗比特币想要用59467 USDT 来交易，然后你也可以输入说你想要交易几颗的比特币。这边的 X 代表说是杠杆倍数，例如说你手上只有100 USDT 的话，你 3X 就是代表你可以花300 USDT 去交易这个比特币的合约。那这边数量的话也可以变成三倍这样子。确认没问题以后呢，你就可以按开多，就代表说先买入。那你同时也可以先开空，也就是先卖出，把这个卖出的东西买回来。那如果说你是卖在高点买在低点的话，同样可以赚到这个中间的价差。